大家好，我是英才儿。现在最佩服的反应力是什么？我老公、我儿子、我助理，对，还有秦岚。秦岚，哦，他是一个很固执的巨蟹座。朋友圈，你觉得老了之后会被骗去买假保健品的好友？秦岚，你所有会被骗去卖东西的都可以说他。